Hello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你好，我是伟航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去也要买点东西，我们来看一下外面的情况是怎样的。再次下雨啦。OK， 跟这两个同事。看一下 Aeon 是现在到底有没有人，还是空空之类的，这样子有没有受到什么限制啊那些东西。也不会讲说是没有车啦，是有一点车了。现在我们到医院了。停好了，准备要下车。这也是下雨啦。可能我们的温度过高，所以要检查一下。有什么想讲吗？温度过高，还是你带晒？哈哈，还是你带晒？哈。可以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同事有没有温度过高，不懂是不是我们带晒了？哎呦，怎么还没有的？他妈鸡巴呀！温度过高，我们温度过高，我们温度还是很高，我们的温度很高，红色哎、欸，然后现在不能这样，冷吗？在那边吗？在两回事啊！啊？快点！有没有先知道的？有问题啦的。哎，这是通过了。可以看到，以前这是空空啊，大多数都是。啊，它有连这些红色的线条。上也是没有人，很多店也是没有开，有放那些告示牌。现在这边有了那个买菜的入口，
都有一个栏杆，有根据这个线条，然后有管理人员跟那些杠这样子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过了。也不会讲说很少人啊，到都是有人来买菜啊，因为在行动管制嘛，可能28号开业，等一下我们要找我们要的东西然后去买。现在我们拿生菜，而且我们的同事连洋葱跟蒜头都分不清楚。Oh my god！ 这个是洋葱，这个是蒜头，可以了吗？什么什么？我只是没有你那个影片好吗？懂不懂啊？哎，现在我们找鸡蛋，其实他们进货都蛮快啊，都不会讲，人一买就没有了，就是没有货那种，是还有很多啦。那些货都是还有，我都是满满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少人出去，我们的同事也是这，我们这三个出去罢了。哪一种的？啊，就是一个颜色一只啊，这样子。In which we were in love, caught in your eyes, waiting for the sunrise. I barely even knew who you were. What did you do? I didn't care, 'cause you were perfect, I swear. But somebody told me that it's over. I know it's true. You made me happy for a while.蓝胶水。至少我们吃的东西大致上是买完了啦，现在。刚东西是买完了，现在我们去考德福。
stand out from the crowd, and maybe you would notice me. Then our eyes would meet, I would feel my heart beat when you looked and smiled at me. Back then our love was so strong, we wanted this to go on, but now it's only a pleasant memory.来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就是为了面子出来穿到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弟弟买潮流咯，我也带我的爸爸出来咯，没有啊？难怪呢，辛苦。哎，现在我们买完了，我想要出路，要出去了。那边的干想要冲那边的大门。给车卡，哪里给车卡？给车卡，最近给车卡。不要不要玩，走向给这么，真的是很严啊，在倾盆大雨。哇，倾盆大雨，感觉是毛毛雨耶。什么？我感觉是毛毛雨耶。出去淋一下，出去淋一下。来，爸爸给你钱。一块吧，还没一块啊？一定是一块块的吗？还有三块。OK， 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我的频道有播出新影片才不会错过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